看男生。你看，你看，张慧峰老师，请与司令来联系，谢谢。今天在跑道上进行的是一般男子1500公尺决赛，参与的选手分别来自金门大学陈汉生、台北大学李明阳、中央警大张光耀、逢甲大学王汉正、昆山科技大学刘和正、中华大学叶胜文、屏东教大黄阳胜、中兴大学刘伟明、台湾大学金乃安、大业大学洪家宝、中华科大王国、台湾大学张贤祖。以上12位选手就是参与一般男子1500公尺决赛选手。请李建鹏校长也到奖品组好来准备，请我们中华医学科技大学李军，那么林建鹏校长也请你到奖品组准备，谢谢。一般男子1500公尺决赛大会记录是由淡江大学苏信旭选手所保持的4分02秒93。到了，用马尾。在预赛是以金门大学陈汉生预赛跑出4分25秒09，暂时领先其他选手。同时，目前暂时领先的也是来自金门大学陈汉生。另外在上一届拿下冠军的正是逢甲大学王汉正，以及拿下第二名的台北大学李怡阳，第六名的屏东教大黄阳胜，第八名的台湾大学金乃安，也都请进来此赛。外面上来了，不要被他卡到了，加油！加油！陈汉生、王汉正、金乃安、李怡阳、洪家宝，加油！啊！比赛太紧张了。颁奖，司令台前现在要颁发的是一般体育组跳远决赛获奖的3名选手，我们恭请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林建鹏校长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我们感谢中华医师和保级中华医团对我们平静合作相当支持，然后他们就来这一队曾经在五专级都制获的冠军。首先我们颁发第3名民传大学叶舒涵选手。第2名中央警察大学赖小如选手。接下来颁发金牌中华医事科技大学陈真荣选手。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上获奖的三位选手，也谢谢中华医事科大的林金鹏校长为我们颁奖。竞争相当激烈。说是打败强敌王汉正哦，在今年拿下这个项目的冠军，当然也要恭喜我们的王汉正获得第二，另外洪家宝大业大学拿下第三，